开台啦，开台啦，搞掂搬嚟啊，大德哥，听好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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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吓、啊，今日见到我喺北角拍嘢，型到核爆。你知今日我拍嘢咧，我通常咧而家咧我都好忙。我啲对白咧，通常我就会事前咧，我话睇一次。但系你话实情咧，系咪可以事前已经好一好多时间话背到超劲咧？冇，我话通常咧系喺车啊，或者喺哦下一场戏，我就问下一场拍边啊，我话即刻睇，睇完就倒背如流啊！我话好鬼劲，佢成日话点解你可以背到咁长啊嗰啲啊，佢就。而家咧，佢哋又會同我講話，好佢話喂，使唔使排練下啊？俾大哥，次次都係咁講，我話唔使。跟住佢哋都話，而家咧，佢哋有一個習慣就係話得噶啦，大哥一次就得噶啦，唔使噶啦，噶快啲啦。佢呢度好多人啊，佢又會咁樣喳喳冧啊，即刻拍完。可惜啊，啲阿俾唔到上去啊。有人话我有超忆症，唔知啊，好难讲啊！呢啲又唔系话超忆症嘅，即系呢啲又系我唔知啊，短期记忆好我好快咯。你要我即刻噏过你呢个，令我谂起细个咧咩背默，你有冇试过细个背默咧？梗系你发现原来你唔记得咗，即系嗰日要系考背默嘅，跟住我话食屎哦。跟住咧就即刻喺度温咯，跟住你啊即刻喺搭校巴啊咁样喺度即刻背啊嗰啲咯。我以前成日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唔记得要做乜咁样，你啊即刻咁样，或者唔记得温书。我以前有个 miss 啊，好鬼恶，哇咁样踢喺后脚咁样兜落去都唔吹啊！有个 miss 咧，好鬼恶死啊！咁咧之后咧又系咩？佢啊逼你咧就要上堂咧就问问题。我早几日先同啲同学仔倾过呢个问题。咁 miss 咧就系一开头系咁啊，上堂嘅时候叫全部同学起身，唔系讲 good morning 嗰啲咁简单啊，起身之后咧就系话咩要我答问题。佢就话咧，如果你冇答啱问题咧就唔准坐低。佢就话咧，因为佢就话咧。有见咧，发现啲学生咧越嚟越唔中意啊，举手答问题之后咧，就一定咧要鼓励佢，即系为咗咁样就鼓，即系呢一个方向咧，就要鼓励啲学生去答问题，答完咧先有得坐低。如果唔系咧，你就要企足成堂嘅，劲黐线。咁咧之后咧就系、是、好、哦、倒挂，哎呀，争少少。有咩我都试过，劲戆居啊，系嘛？咁之后咧就系、是、咁样咯。咁我有时咧就真系冇温度，只系有因为佢嗰阵时考英文啊，嗰阵时上去嗰啲咩中学，一开头咧转咗做咩英文中学，劲唔惯。即系有时你本身读开啊啲杂乜小学咧，咁你又唔会，你即系有啲人系读啲贵族小学就已经。听英文冇问题啦，人哋本身系英文小学，佢咧做你读嗰啲杂乜小学升咗上去咧，就一开头唔知道人哋噏乜啊，即系嗰个好大压力，唔知讲乜，成程咧讲英文真系冇停过，完全系问好咁样嗰个状态，跟住咧，跟住就要仲要喺度考虑咩答问题，你连谂啊，你谂下，你连问题问紧咩都未知啊，你都唔知点。啊，系嘛嗰阵时，咁结果系点样咧？结果啊，由于佢话鼓励你答咧，你答错系冇所谓，你咪乱咁答咯，你咪系咁举手。佢问你考，佢就会考你。佢通常咧就会考你啲生字啊，佢就会用英文嗱，我一讲个意思出嚟，咁你讲紧你知唔知我讲紧边个生字啊？咁样跟住你喺度试咯，咁你记得嗰课书系大概十零个生字。咁你喺度估，你喺度串，喺度撞，吓、啊！我都有俾人罚企啊，成日都系咁样啦。一开头你咁啊，你未必一开头啊答啱啊，或者有时你根本真系唔知佢问乜嘅，咪企足成程咯。咁就系咁样噶啦，呢啲系嗰阵时嘅生涯就系咁啊。
你俾人罚企啫，但系你我嗰阵时候，其实我就冇话特别话咩好过啦，咩好唔开心，即系攰咯，话企几耐唔知道做乜，同埋呢个有个压力嘅。其实咧，佢嗰个做法系点咧？你见到个人坐低，即系大屠杀，你玩食鸡咁咯。见到一个圈越缩越细，你一开头咧个人一齐企，你梗系冇咩压力啦，我咪一齐企咯，啦啦啦。即系后尾个个坐低晒啊，因为得翻你头或者小猫三四隻企喺度啊，你咪会觉得唉死咯，系咪好似又俾人夹住晒，咪唔系几好意思咯、啊。不过后来我都觉得冇乜嘢，因为我真系例如话我唔识咪唔识咯，咪企咯，企完下一堂噶好汉。不过个 miss 咧有时系会黑面嘅，佢系知道你本撇。有一次我知道你本撇，跟住咧佢就会对你即系会有啲说话或者眼神俾你听啦、啊。好、哦，又系咩学校食鸡啊？系啊，佢嗰个做法就系咁咯。佢令到佢呢一个系令到用群众嘅压力咧，去令到你答问题啊嗰啲咁样咯、啊。都算系一种惩罚嚟嘅啊！我觉得系即系。侮辱性啊，算系一种。不过后来我都冇，即系佢有冇因此培养到好多学生有答问题，我又唔觉得。反而我轻松啲，我啊上中文堂嗰啲有啲 miss 佢我答问题嗰啲，我就会反而想答，因为问啲轻轻松松嗰啲问题，咪会想知咯、啊。有啲历史 miss 问嗰啲乜乜乜。拿破仑点解会输呀、啊？咁我话会好好奇答。你觉得咩当时咩工业革命嘅生活系点啊？反而你又会有兴趣想答咯。跟住佢问啲好死板嗰啲问题啊，又大压力。有时咧，有啲同学仔都惊答错，因为佢有啲恶，有啲威严，佢都唔系好敢答。有啲同学仔系长期坐企足成程啊，冇得坐啊。可惜啊，穿唔过。有咩？我系答个学生，我哋答问题，佢都唔俾我坐黐线，我边有教过书啊？我边有做过老师吓？好，嚟啊！必杀做咩条棒？好嚟啦，完全你啊见唔到，我都唔知啲力度系几多。讲真，咣咣咣咣咣，有冇人知道力度系几多？啊，知道啦，而家好难射啊，所以就有咩罚企对练脚力有帮助？你啊，我又射啊，我又出咗雷兽射球。由于力度用得不够好啊，但系我咧出咗雷兽射球啊！你一阵喺前面咧见到嗰条痕，你见啦，划破咗长空啊！喺嗰个葫芦喺峨眉峪嗰度有条线，你记唔记得啊？系啊，咁咧之后咧就我仲如果你要分享嗰个 miss 咧，仲有一样嘢可以讲嘅。咁咧，当时咧就佢好兴咧，就会点做咧？作文咧之前咧，作完文应该咁啊，作完文啦，咁佢派作文系点派咧？佢就一开头啦喺个黑板度写到密密麻麻，你嗰阵时心谂唔知要做乜。第一堂嘅时候，我黑人问到做咩？佢今堂做咩黐咗线？点解写咁多字？平时啊冇咩点写字。咁点样咧？跟住咧就写，原来咧就系所有全班同学仔嘅错处，嗰啲文法错误啊，点点点嗰啲咁样，佢写晒出嚟。咁咧佢就会喺度问呢句错啲咩啊？咁啊就又系啦，一开头全体同学企起身先，食鸡大赛正式开始啊！咁啊全部企起身先，之后咧就喺度逐个问。咁有时咧，你就会醒气，呢句嘢咪咁似我写嘅咁样。咁咧，你可以自己答翻改翻嘅，但系佢通常唔会，佢就即系佢会笑笑口，你知错啊你，佢就会咁讲。你知佢自己错咩咩？系咪？佢会喺度咁样讲。好，箍住个波，你啊，我识啊。
好，睇下呢球点啦。睇下佢点处理，可惜啊，过唔到头啊，跟住就喺度咁样问啦、啊，跟住咧有一次咧就唔知边个咧神偷即系偷偷地咧就喺嗰个派嗰个作文簿，你之前咧系唔会知道分数咁，因为佢未派个作文簿嘛。但系有一次咧，唔知点解搭作文簿咧，就已经咧喺个课室度，喺个台面度，跟住咧啲学生哥咧就即刻咧就即系点解我哋会即刻冲埋偷睇咧？偷睇自己嗰本簿，系因为我哋要答问题，我哋又好惊唔识答，又企成程，之后全部人就冲蜂拥而上啊，偷睇自己本作文簿，因为佢正常会攞红笔写啊，嗱呢句错乜？查即系啊呢个字系多余嘅，呢个串错或者呢度要加个 grammar， 要加个咩 that which 嗰啲之类嗰啲咁样啊。咁睇个个争住睇。咁咧当时咧我咧系喺一个英文嘅辅导班嘅，即系嗰阵时咧，因为啱啱喺集乜小学升咗上去咧，就通常就会嗰啲学生就会派去呢啲辅导班。咁咧小班教学啲。但系咧就会严格好多，咁啊而且分数自然低啲啦。通常就大家作文咧好少可有六啊几分，对我哋嚟讲已经好高啊，次次四啊几、五啊几。咁咧其中咧，我隔篱咧当时坐咗一个女同学咧，佢一睇完个分数之后咧，我 feel 到佢系理智线咧就系、是、破裂咗。点解咁讲咧？佢就系咁咧，即系口噏噏啊，有啲碎嘴，即系喺个口边尖尖尖，咦吟吟咁样喺度自言自语啊！咁佢喺度讲啲咩咧？就我怀疑佢都系福建人，我啊听到佢系咁啊讲福建话粗口狂闹我 miss。系我喺度何闹啊，咁即系大家知道，即系尤其是女仔闹女仔，通常都系嗰啲字眼啊啦，咁样吓，即系好似就哥啲成日闹嗰啲咁样，啊臭乜啊之类啊，系咁啊，即系又问候人哋啊嗰啲吓长辈啊姨妈姑姐啊之类，就狂系咁喺度吟，系咁喺度吟 ，v 云云 v 云云咁样。咁咧，當時咧就要答問題。我知啊，佢企起身嘅時候咧，佢就隻手咧就揸實拳頭，好似嗰啲你當恐怖片咁樣，佢好似突然間黐咗線就係爆炸嗰啲咁樣嗰種感覺。咁咧呢個時候咧，個 Miss 咧其實都 feel 到佢有啲怒火。佢去到中途嘅時候，突然間掉嗰支粉筆，就喺度問啊邊個，你係咩事幹啊？點解咁樣啊？咁樣。即系咩？你系有咩事好唔忿气呀？点咁样？之后咧就最后咧，佢就讲嗰个原因，话我见到我自己好低分啊！嗰个女仔就咁讲，佢话我好嬲啊！佢好大胆话，我见到自己好低分，我好嬲啊！跟住就系继续咬牙切齿咁样，之后咧就崩溃咗喺度喊，即系讲完呢句嘢之后，即系一开头仲好嬲，仲可以保持到个暴走状态，之后就突然间崩溃，啲眼泪狂流，又话咩同 KMDD 一样，觉得自己人工好低，差唔多啦。即系佢又不满自己分，即系讲使唔使咁样啊？俾到咁低分，38分啊！如果冇记错，佢系38分。我嗰次有54分，啱啱好合格。咁咧之后咧就跟住咧佢就个 Miss 见到咁咧，佢喺度喊咧都态度软化，佢就话你点解会知道自己分数？佢首先咁讲，佢好醒。咁嗰个人就话咩？上堂之前偷睇咗咁样，跟住佢话偷睇咪唔啱咯。佢话你睇下，我就系平时就系特登咧，就要你答晒问题先至睇嘅。你啊而家一睇咧，你啊接受唔到，即系我啊咁样嬲爆咁样上堂。个 Miss 啊醒，佢就即刻将个锅咧拱翻落去佢度，即系佢冇谂到啊自己嗰个高压嗰个教学咧，话你见唔见啊？我未射波已经嗰、那个我系剑气，我嘅脚气已经整到有条痕出咗嚟。希望得啦，唔知啊，睇唔到力度啊，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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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咣，拉唔拉到？喂！
好似都冇拉到西啊，系嘛？点解啊？我唔知点解啊！我怀疑系未够技术定点样，即系未够个人仔系咪冇呢啲招数？有时拉到，有时拉唔到，我唔知道，可能系因为咁样有影响，定系改个出发啊？冇理由啊！吓。系咪啊？我唔知道啊，应该系啊，应该我啊冇记错出发咯，黐线，冇出咗咁成年啦、啊，冇理由自己记错，拍金顺路退化突然间，诶、欸，唔系咁样嘅咩？咁样黐线，哇，咁样铲落去，好，照攞到个波啊！咁咧之后咧就又话咩？又话如果而家啲学生遇到呢种情况，可能受唔住啊！我唔知啊，我啊好难讲呢啲。但系当时咧，我过咗后之后咧，就会对呢个老师咧就最有深刻印象嘅。即系我觉得佢都有改变到我，即系我个人啊会大胆啲啊会。嗰陣每一堂我嘅感觉就好似做緊伊藤开士岛博麦士咯，我而家应该点做呢？个脑喺度滴答滴答，呢条问题我应唔应该抢答呢？我只系得五成把握，照去咯，去咗先咯，即系就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盘算啊之类咁样咯，同埋即系俾人罚，后来都变到唔系话太惊啊，咁啊扮傻咁啊过度过啊咁样咯，啊。咁之后个女仔点呢就即係呜呜呜喺度爆喊完之后啊个 Miss 又喺度话返佢话你偷睇啊点点点之后呢由于佢个 Miss 好巧妙将嗰个错误呢归根返去佢度边度叫你偷睇先所以你就咁样嬲爆爆即係个女仔啊好似嗰一下俾人引导咗呢之后呢就冇再嬲就喺度努力咁喺度改同埋嗰下 Miss 又冇再系咁喺度催谷佢逼佢答咩啊即係允佢啊嗰啲咁样之后嗰堂就系咁样过咗去咁。佢后来都冇再即係秋后算账啊之类咁样囉个女仔就系咁样。啊！你点睇？你对于呢件事有咩睇法？但系其实我觉得你即系几时睇个成绩睇到都唔开心啦，关先同后咩事啊？后咪就系佢走咗之后嬲咯，哦，最后好大家腾文啦，各自翻去之后佢就行开离开课室。咁佢咪自己佢只能够对住空气喺度口噏噏爆粗而冇得喺佢个面前宣泄嗰种怨恨咯就係咁样。咁我觉得呢就唔关睇唔睇咩本簿事係咪你觉得係咪黐线佢唔係呢场当我冇踢係咪你係点睇啊咩？有冇听过咩颜面神经麻痹，即系面瘫啊？话咩意思？冇啦，点解讲呢啲咁样嘅嘢？你的同学，你的女同学就是你，黐线！我从来冇啦，俾人闹。有一次咧，我有冇同你讲过嗰、那个 Miss 咧，又系同一个 Miss， 佢由于有一次咧，我哋可能都有啲不满啊，就唔答问题。唔鬼答啲问题成程大半班两三堂都係冇人答问题大家企喺度过之后呢个 Miss 呢就有一日呢就暴走就突然间话大家唔使企起身啦就突然间呢改咗教育方法呢係咁喺自己噏噏噏。之后呢其中呢有啲学生呢就喺度话点算啊个 Miss 好似黐咗线暴走。我哋系咪应该要同个 Miss 道歉啊？点点点啊？咩要写封信俾佢？咩解决呢个问题？我咩即系同平时嘅 Miss 唔一样？咁当时大家都喺度倾紧六神无主，最后个班代表都系代我哋写咗封信，之后叫我哋全部签晒名，之后咧就要喺度翳佢，好似呜呜老师我知错了咁样。跟住呢就跟住要翳返佢跟住佢又要即係要求佢恢复返以前嗰种食鸡式嘅教学咁样啊是否可避即係突然间有一日变返正常嘅时候大家居然係过唔惯呢种生活就要求 Miss 啊你可唔可以做返啲
个暴走式教学啦，唔得啊咁样啊！你哋觉得呢一个现象系点啊？啊，即系我都唔知点讲，奴性定点样咯、啊？即系要继续做狗奴才先至开心定点？不过可能就系你点讲咧，你受到太耐恐惧嗰个支配咧，你就会人就会有啲傻傻地咁样啦，咬底。个心好怯啊！觉得哇，系咪有啲咩更即系好担心会有啲更悲哀啊、更恐怖嘅事来临咯？呢啲系人类嗰种情感嗰种矛盾啊！又唔系斯德哥尔摩，又唔算话斯德哥尔摩啊嘛？呢一种系其实我谂个 Miss 仲咬底，即系佢见到我哋个个嗰阵时本撇唔。全部人就喺度特气，我记得有几堂唔知，开始嗰好嗰排好多测验定咩，跟住仲要你喺度温嗰啲，即系嚟个第二科，第二日咧就考数学测验，咁咧但系又会个 miss 咧又要上英文堂，咁你拣温数学定走去温嗰啲英文预习嗰啲咁样噶，又温生字啊嗰啲，咁你梗系温数学测验啦，紧要啲啊嘛，大佬会留班。个计平时分啊，咁你梗系唔屈啦！即系嗰排好多测验就企个个本皮啊，我记得就系企喺度咁样。跟住咧，我有一次嘅，我系分享呢、這个 miss 你讲嘅时候咧，就突然间我有好多回忆可以讲出嚟。我啱啱咪话咧，每堂都好似喺度要谂点样应对啊咁样嘅。咁有一堂咧，我就唔记得带嗰本英文笔记簿。咁呢个时候好啦，有两个选择，有几个选择俾大家揀啦。A 自首，阿刘 Miss 讲，Miss 啊 ，I'm sorry， I forgot to bring my English notebook。此其一，第二就系蒙混过骨嘅，攞本唔知数学笔记簿呢个封面差唔多摆喺台面，揽于充数。好。哇！第三仲有一个有一条计仔，我当时谂过啊，就话即刻炸肚痛唔舒服去厕所避嗰堂。你谂下，你谂下，我当时系几恐惧到要谂到话咩成堂扮肚痛呢啲咁嘅屎桥都可以谂得出，就知道当时对佢嘅恐惧程度系几高啦。咁好啦，咁大家会点做呢 a 自首 ，B 谂于充数 ，C 啊炸肚痛。你哋会拣边一个？吓、啊？又系咩 ？I forgot to bring my brain， 唔记得带个脑袋啊！你咁答俾佢闹死啊！吓、啊？好、啊。我发现咧，就好多人咧就拣 C 啊，即系其实 C 咧就系逃跑。好简单，即系用翻 RPG 嗰种感觉咧，打机咧就系走佬啊！退即系逃跑啊！即系唔同佢直接战斗。我当时就冇唔系呢啲咁嘅懦夫，我系拣 B， 滥竽充数，摆本唔知咩嘅，吓摆本假嘅笔记簿喺上面。咁咧，由于咧，即系你就算有预习，你都冇可能好劲、好熟咁样记熟啦，系嘛？咁咧，有时咧就佢叫你咩揭开啲问题，咩揭开本簿第几页啊？我哋倾下啲问题。我呢啲情况下，我都系照揭嘅。之后咧，跟住咧就有时咧就喺我隔篱仲系坐紧换咗位，佢唔知点解英文堂咧特别换位嘅，有个坐咗另外一个女同学，即系个女同学咧系见到咧我系攞紧本假嘅笔记簿，我嗰阵时好都好惊佢会笃爆我，就对咗佢单眼话唔好出声，你唔好诈唔知啊，唔好笃爆我。之后咧咁咧一路咧都相安无事啊，答问题有时咧就乱咁答啊，照即系扮晒嘢答错，哎呀错添啊，吓，系咪？但系点知咧屎忽撞棍定点样无啦啦咧又甩，即系好 lucky 啊！一条好简单，即刻九秒九举手答咗啦，跟住免疫啦，谂住坐喺度啊，已经过骨，应该唔使再动用到笔记啊之类啲。梗系无啦啦去到尾声啊，差唔多上嗰堂嘅大概80% 左右，佢无啦啦咧叫我哋喺度读啲笔记，唔知第几页喺度读，之后我死咯，我点样读出口啊，大佬？
之后呢我就打开本我就照样打开本簿，之后呢就喺度扮呢夹口型喺度扮读啦，根本冇读。即系后来咧，佢去到我隔篱好近，咁你啊焗住要读啦。即系如果我再滥竽充数，如果嗰个听嗰条友喺你隔篱，你都仲唔讲嘢，就好假啊嘛。喺呢个时候咧，我就偷偷地攞只眼咧喺度睄嗰个女同学嗰本笔记，咁喺度照读啦。但系通常我都睄得唔系好准确啊，只能够读几个字啦。矮，跟住咩高，跟住 by bus。咁其实可能原句 I go to school by bus， 我就睇到几只字。喺呢个时候 ，Miss 就话：你做咩睇人本簿？你自己唔睇啊？咁样之后我话啱啱我就，你估下我当时要即刻九秒九整一个藉口出嚟啊嘛？如果唔系佢就会调查就系吓，点解你突然间咁奇怪，有自己本笔记唔睇，仲要读到甩甩咳咳啊？咩事干啊？咁样咁你估下我呢个聪明嘅达仔系点样解决咗呢个危机咧？嗰阵时就系你只系得。零点几秒你就要即刻諗个藉口啦，如果唔係呢之后就即刻老师就会肯定即刻冲埋嚟调查，你就即刻滚啦，你呃咗佢成堂佢肯定仲嬲，即刻劲火，我唔知记你名又成啊，肯定有重大压力。好。又系咩摸下个光头啊？即系好似 Hitman 咁啊！边有呢支歌仔唱啊？有啲人话咩即刻扎肚痛急屎，人哋问紧你问题，你即刻答话啊！我急屎啊！即刻冲出门口走佬咩？又系劲奇怪。我当时咧，我就谂咗一个答案咧，我就好醒，我就话啊，老师，我啱啱咩想，我而家开始咧，每晚都会背啲笔记啊！我话我尝试。背紧啦，可唔可以自己噏翻出嚟？所以就啱啱咁啱唔记得嗰呢句，咁咪睄下女同学嗰度咯，咁样吓，跟住咁个之后佢就话我咁乖呀，好啊，佢话大家应该向达仔好好学习。又系咩好牵强好假？又系咩太食啊？咁都信咩假道？最紧事实上我就系过到骨，即系我隔篱个女同学都偷笑一粒咁样，跟住喺度笑笑口，跟住我即刻啤佢，我话你小心啲啊，唔好露出马脚啊，大佬吓。有咩？点解唔自己睇翻嗰本啊？我成日开下揭下，开下揭下，因为佢行到埋嚟，我就突然间又会冚埋去，即系唔想，即系冚少少啦，唔想俾佢睇到嗰，因为嗰啲全部都系数学字，即系数字、数学笔记簿，根本就唔系嗰本英文笔记扮啊嘛，嗰本嘢假，点样俾佢睇到啊？自己望，成日揭开嗰本嘢都好危险啊！唔通突然间又揭去一页空页嘅，都好奇怪啦！人哋叫你读，咁啊，所以就系咁样咯。你话点解唔望翻自己嗰页？同埋嗰阵时我冇谂过佢会见到我睄隔篱嗰个啊！我有嗰阵时谂到自己已经演技好好，即系咁样净系得只眼角碌过去喺度读嗰啲字，我自以为已经完美，好似夜神月咁啊！我今次做唔过骨，我一路喺度倒数紧个时间啊，快啲完啦！个堂好难挨，如坐针毡。谂住最后，哇！谂住过到骨啦，点知啊，争少少啊，老猫烧须淋，天光濑尿咯。咁啊，好彩最后就即系自己机警。咁所以咧，我就话我喺嗰个逆境嗰度，即系虽然系好辛苦啦，我觉得其实嗰个教育咧环境咧，其实几大压力嘅，但系。鉴于我本人咧就系嗰啲越强越强嗰啲人咯，就训练咗我好多嗰啲危机应变嗰啲能力啊，点样处理啊，点样即时揾啲藉口赖呢样赖嗰样啊，之类嗰啲咁样咯，啊，好，你听完之后又觉得点啊？觉得我系咪细个嘅时候好聪明？系啊，我即系觉得呢一个读书嘅环境，如果俾你哋，你哋会点咧？中唔中意咁读咧？你哋系咪好中意包拗颈？会觉得系啊，觉得咁样好正啊？点？好，祖仔，诶点啊？转个身，但系太多人啦，再搓过嚟，呢下靓喎，想再嚟射，有机会啊，可惜啊。
was a puff out your cheeks moment and phew. 又话我好醒噶系嘛？梗系啦，呢啲同埋你当时系一个恐惧状态啊，即系你一般人喺紧张状态下咧，好容易自己爆。即係好似以前有啲我成日講呢個例子，啲 miss 好中意話喺度捉邊個人犯事，就咩而家認咗佢咧就罰少啲。咁我當時小學啊、幼稚園咧就好多嗰啲僆仔熬底啊，即係真係自爆。但係聰明嘅人就知道根本冇罰少啲呢回事啊，照罰到最近。啊、所以就系呢啲就系嗰、那个我讲紧，如果人喺恐惧状态下咧，就好容易咧就系即系自首啊，或者就做出一啲唔系好理智嗰啲决定嗰啲咁样咯。好靓啊！又系咩？你而家认仲有得救啊？系啊，而家但系我唔系罚你啊嘛，我唔会话啊，如果你而家认咧，我就罚少啲。我是为你好，知耻近乎勇，我是希望你面对啊嗰、那个缺点，明明。咁总之就係咁囉，因为最近有撞到一啲旧嘅同学，就令我諗起呢啲往事。又勾起返以前读书时嗰啲回忆囉、啊、就係、是、咁样。好我即刻。就系咩？我细细个已经系影帝级演技啊，同埋识得呢啲咩囚徒咩理论，我根本冇咁复杂。我个脑只系好简单咁谂，哇！咁样 quick 到摆明都应该十二码，只系谂紧点样最好解决个问题咯，搏一搏咁样咯。咁讲下其他啦，咁咧之后咧仲有单今日讲啲咩新闻咧，就讲咩特朗普系嘛？特朗普我都系喺度立到有啲。即係因為今日好忙啊，我都係只能夠立到就係特朗普似乎咧就係對中國咧就係咩全面宣戰啊！佢話咩係好即係用一個好強烈嘅字眼啊，講話咩 enemy 啊嘛，佢就話咩貿易戰咩敵人點點點，即係開宗明義啊啦，就係講到話我哋嘅貿易戰一定係打餐死啊！即係講到好行啊，即係好強硬嗰啲咁嘅態度啦，同埋你見到特朗普最近咧就好興搞嗰啲咩韓國嘅，佢又成日想咩促成嗰啲咩朝鮮半島咩無核化，想促進南北韓咧就係佢哋，唉，我哋 friend 啊，即係和平啊嗰啲咁樣啊，啊！你哋点睇？跟住就特朗普就系咪就嚟又要再选过定点啊？我都有听过话咩选举嗰啲咧，由美国参选咧，今次咧就话好多人都话咩唔会用咩 Facebook 啊 ，Facebook 自己戴定头盔话啊，我哋唔会咩主动联络某啲嘅即系参选人，即系咧，因为上年有啲人就喺度讲话咧 ，Facebook 咧就有意咧就有意无意推波助澜，唔知帮边啲人选啊嗰啲咁样嘛，会提供啲数据啊，帮你教你点样啦，咩你喺 Facebook 落广告啊，嗱，人哋讲嗱，你应该咁，我帮你派晒下嚟特朗普啦，假设 Facebook 帮特朗普啦，打个比喻。咁佢就話：我同你講，嗱，美國邊度啲人咧，呢堆人咧，成日睇你啲嘢嘅，咁你啲資料我就會幫你係咁散過去呀、啊、教你點樣落廣告啊之類。咁咧係，所以咧上次即係前排 Facebook 點樣朱伯克俾人話就係咁樣，因為佢覺得咧呢樣嘢美國好着重嘅人權啊、公平啊等等，佢覺得呢樣嘢咧，你喺度逼緊人哋，同埋有意無意啊洗腦啊之類嗰啲啊，令到選舉咧唔公平。啊！之旅，好、不过美国其实唔知啊，我觉得就系好少人用 Facebook 嘅，美国多数好似都系用咩 Twitter 啊。我识嗰啲美国朋友啊，嗰啲 Game Changer 全部都系 do Twitter。佢哋唔中意 Facebook 噶，你知唔知啊？佢哋系几憎，不过可能佢哋。可能都會收到啲咩數據啊之類嗰啲咁樣嘅，即係話總之佢做嘅手法係唔啱啦，啊，或者可能睇某啲州份啦、啊，可能加州嘅人就中意用 Twitter， 佢哋又好憎用 Facebook 嘅，咁啊有啲人問過點解咧，佢就話
虽然我觉得 Twitter 嘅界面咧就唔知做乜，但系佢啲美国佬就话 Twitter 简单啲，反而佢哋咁讲咯。佢话唔系好，即系有时啲资讯啊，佢话好简单明白。佢话 Facebook 咧就系咩讲求互动嗰啲 ，Twitter 就系我好似一个你嘅告示板。咁你中意贴啲咩，你咪贴。贴咯啊！我想转贴啊特朗普讲嘅嘢，咁你就转贴特朗普嗰句嗰、那个贴咧，就去咗你个告示板咁样嘅意思啊！因为 I G 咪又系 Facebook 集团系啊，但系以前即系起家嘅时候系唔系 Facebook 唔系朱巴克噶嘛，系个买翻嚟啊嘛啊！因为 Twitter 好好多嘅，唔会好似 Facebook 咁日日俾佢筛选晒，即系呢个系我谂最多人可能看，即系有要求，即系觉得考虑嘅地方咯。就系、是、Facebook 就会成日派啲嘢俾你睇啊，嗰啲咁样咯。咩为之筛选呢？例如打个比喻啦，佢会自己咧，例如见你，假设你好中意小动物咁样啦，咁佢会突然间 random 咧，就会你以为 Facebook 净系睇到你朋友嘅嘢，唔系，佢突然间会插一篇可能啲小动物相关嘅广告啊，或者某啲 fan page 啊嗰啲咁样啦，有啲 content farm 啊劲多，佢成日筛选啲 content farm 俾你啊，嗰啲咁样咯，啊。又系 Twitter 好多咸相睇，咁点解你哋唔用？你哋最中意睇咸相，点解你哋？点解？咁我敢问一句，如果你哋咁讲到 Twitter 咁正，啱啱我一讲嘅时候话咩 ？Twitter 不嬲正正好多，但系点解我喺香港感觉上冇人用 Twitter 啊？我冇见过一个香港人用 Twitter 喺街度，冇见过人哋喺度碌 Twitter。啊！啲阿咩日日都用喎，呃啦，肯定冇。又系咩用紧，不过同日本人用就多，即系玩啲手机 game 咧。我见到好多人咧就啊，即系要申请啲 Twitter， 因为有时 share 佢唔会支援 Facebook， 人哋个 apps 都懒得支援 Facebook 啊。你冇得话啊，我转贴上 Facebook。即系赚啲咩石母呢啲功能啊！只 game 都唔支援，只能够零啊！哇！黐线啊，困极都困唔甩个波，只能够咧就系转贴落 Twitter。所以如果你有玩啲日本嘅啲手机 game 咧，通常啊，你都会有个 Twitter 嘅 account 嗰啲咁样咯吓。但系老实讲，我一睇嘢论个界面，即系清楚啊，方便咧。我系觉得 Facebook 系好啲嘅，即系好清楚呢个一个贴一幅相大大嚿，跟住下低咧就有堆字就讲紧呢个贴嘅点点点，同埋回复我都好清楚啊。跟住 Twitter 有时嗰啲叫咩 retweet 啊，即系嗰啲嘢我就觉得有啲乱七八糟咯。嗰个界面一劈咁样，有时一堆字一层一层，跟住又要再揿开佢啊之类，有好多层。我就唔系好知佢，即系嗰个来龙去脉咁样咯，我就会咁讲。I G 都易睇嘅，我都好清楚知道系做紧咩。Twitter 我啊觉得好复杂。咁有啲人讲嗰个大陆好中意用嗰个微博，就系抄 Twitter， 佢系抄 Twitter 啊嘛，微博，即系嗰个感觉就系咁样咯，类似。Facebook 就系朱伯克自己谂出嚟嗰啲格式啊之类嗰啲。好嚟啦！呀咩？我用唔惯，唔系，我都有接触下啦。因为我成日喺美国遇到嗰啲 game changer， 咁佢就问啦 ：Do you have Twitter？ 跟住我话 yeah， 跟住咪同佢用咯。但系你即系咁，我自己都要申请过啊，咁同佢哋沟通嗰啲咁样啊，咁咪就系都有整过，但系就觉得唔系好方便睇嘢咯。有时哇，小心啊！好，靓啊！
唉，可唔可以俾到上去？可惜啊！咁总之就系咁样啦，而家即系嗰个贸易战啊，白热化之类咁样啦，咁特朗普唔知点啊，咁系咪会再选举？有冇人答到我？美国系咪特朗普嘅任期就嚟完，又要再选过？你哋觉得特朗普假设啊？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就嚟又要再选过，但系如果特朗普想连任，你哋觉得佢连任嘅机会率啊高定低咧？话靓啊！啊！2020先完啊，即系仲有两年就咁快筹备讲定呢啲咁嘅嘢。咁你觉得特朗普做成点啊？咁啊做咗两年啦。咁你觉得而家特朗普做成点先？我就觉得特朗普咧就系大胆咯，即系够胆做好多嘢咯。你会觉得有啲新人事新作风嘅，有一种咁嘅感觉咯，有霸气。有个典型美国佬嗰种拜，佢本身个身形都即系庞大，出到嚟有时讲啲言行举止又系有拜嗰啲咯，同埋好中意睇佢讲嘢，佢好中意只手，佢讲嘢咧好中意眯眯地眼咧，之后只手掌咧就会向出面，跟住咧食指同拇指咧就夹住，之后喺度讲嘢。咁咧，你又我好中意睇佢呢个姿势。跟讲嘢佢就慢条斯理 ，yes 啊点点点，慢慢喺度讲，又有中气。我成日都觉得美国嗰啲总统啊，嗰啲咧就好识点个演讲啊，即系面对群众咯、啊，靓啊！即系奥巴马啲讲嘢，你都会觉得好听。你有乜记者会嗰啲咧，剪两句你就会觉得佢哋好识讲嘢嗰啲啊。亚洲冇乜嘅。你而家亞洲嗰啲咧，日本啊、南韓啊嗰啲咧，講嘢細細聲咁樣，咪咪咩冇咩精神，仲要成日睇稿，鬼佬都唔睇稿嘅。你見奧巴馬幾嘢，即係嗰啲咩總統宣言、水蛇春咁長都間唔時望下，好有準備，佢啲自信咁講咯，咁你會聽。亞洲嗰啲政府官員講親嘢都真係悶到你瞓著，咩施政咩特區行政嘅核心價值咧就係咩咩咩咩施政報告。講真，認真試過上啲嘢嗰陣時，細個老師咪成日會叫你睇啊，要關心時事乜乜乜。我而家大個，首先講呢樣嘢係極度白痴，即係叫一個小朋友睇呢啲根本冇你根本大。首先你大部分嘢都聽唔明，第二係幫唔到你啲咩咩時事，你考試根本唔會問。OK 呢样嘢再讲，跟住咧就是、我细个好认真睇啦，咪老师叫啊。咁但系你睇咗几分钟，你都听下走咗神，因为一嚟佢哋讲嘢音声细气，二系唔知噏乜，即刻转台。哦，可惜啊，冇办法攞到。又系咩核心价值就系守护核心价值类似啊，讲嗰啲咁上下，讲每次施政报告就加每年就搞一个唔知咩 terms， 一个特别嘅专有名词词眼啊，咩一年就特核心价值，一年就咩一带一路，即系每年就要搞一嚿咁嘅嘢咧，就即系吓、啊、你花一啲时间去了解。以唔知以为上紧中文堂定咩喺度解释一啲字眼，咩为之核心价值啊？咁啊，成篇文即系成篇唔知几粒钟啊，专讲核心价值呢四个字。咩为之一带一路啊？跟住成篇嘢啊，讲咁耐。所以我如果我啊，我系假设有一个咁嘅机会要喺度讲呢啲，我一定整到劲精简。我讲十分钟就讲完啦，我就系好简单嘅啫。我哋啲政策即系讲咁耐，大家都冇心机听，我直接开宗明义咁啊，所以我就好简单咁啊，略略咁样讲啊，讲个重点算数，同埋喺度斋噏边度得啊，大佬你大学都识啦，一路讲都整个 PowerPoint。你仲要施政报告咁鬼长，后面都有啲字提醒啊！而家第一行系做紧咩解释咩吓咩咩十条有个乜嘢条，即系规则啊嗰啲咁样啦、啊，哦乜乜戒律咁啊！人哋嗰啲日本啲道场都有个咁样嘅，即系后边有毛笔字写住，咁你听下又可以望一望，你先知道佢噏乜。佢噏到水蛇春咁长，首先就是、而且又冇组织，三嚟又冇嗰啲嘢俾你提醒。有时你听下唔知讲乜就唔听嘅。之后我通常就系咁即刻转台。拜。咩？
睇得多多中文都变差啊，讲埋啲用嗰啲字眼都翘下，好惨手啊，会啊，系啊。咁啊，之后就系咁样咯，呢、这、一个就系讲紧嗰啲特朗普嗰啲事情啊，嗰啲咁嘅嘢啦，吓、啊，咁咧之后咧就有啲咩咧？之后仲有想讲咩新闻呢？就系讲话早排呢，有冇睇到之前嗰日我拍紧嘢，就话咩有四个咩南亚人咩喺嗰度抢劫嗰啲珠宝，跟住嗰阵时拍紧嘢啦，我就冇睇到嗰个新闻系点，而家好似拉咗未？嗰四个人呢，我心谂就系话黐孖筋，而家系咩年代？即系仲可以发生到呢啲咩攞刀抢珠宝？一开头我都系谂紧系咪话攞枪啊，咩持枪械劫抢劫？我心谂黐咗线，香港几时变到咁癫啊？咁乱七八糟。好。Time wasting, Alan, do you think, from the away team here? They've got to win, perhaps, in this now if they do well. 出到啦啩？关关关关关，我好惊拉唔到西。点喂系拉唔到啊？唔知咩事。有人咩？有人话咩？边有枪？我话以前得你谂下，当街打劫珠宝，你梗系谂去攞枪噶啦。即系好似之前嗰啲咩省港奇兵嗰啲，都系攞枪。呢、這个年代仲攞刀去走入去铺头打劫，边度得啊，大佬？跟后来咧拍，跟住又 keep 住继续拍嘢啦。之后跟住我话，而家啲人就同我讲。话咩有新消息啊？跟住话我话系点样打劫啊？佢话咩攞刀？跟住我心谂咁黐线，边有咁攞？即系一嚟咧就系觉得系癫嘅。即系呢个年代佢唔惊差佬攞枪咁样攞刀去抢劫。二嚟就系喺香港，你而家仲发生呢啲事情咧，就几的确系几恐怖咯。咁而家系咪仲未拉咗未定点样啊？又话咩嗰啲人用拳头都得啦，又话之前好似有试过咯，唔知攞啲砖头坑爆嗰个橱窗嘛，喺尖沙咀嗰啲金嗰啲珠宝行定表行咁样啊，佢就系靓下呢下，哇咩事啊？啊，好，成龙，我哋想快比啊，可惜啊。继续想比落去都系攞唔到，继续抢到会唔会俾我？考紧噶啦，睇下点做，我又快翻中间先。有啲人咧就话咩实战咧刀快过枪喂，大佬啊，有咩可能啊？我见到枪我啫，我你如果咧我匿喺嗰个珠宝柜入边咧，或者你喺银行，哇死仔！如果你喺银行柜台职员，有个人喺度攞把刀喺度指住你，你都未必惊啊！你都笑笑口啊，你傻仔！你有本事你咪吉爆玻璃啦、啊！呢个防弹玻璃嚟嘅，你都未必咁惊。你掹支枪呢，我就即刻揿掣噶啦！我话好，你要乜俾乜，我就唔会同你癫啊！我就唔会讲咁多嘢。咁啊，因为嗰个恐吓性劲好多咯，啲刀有时啊系我都会惊，但系冇嗰种程度咯，我可能都会放慢手脚。哦，好，我会俾珠宝你，好啊，好啊，咁慢慢攞啊，嗰啲咁样咯。嗱，攞枪我就真系唔够胆，因为佢手指就轻轻咁样揿一下，你就濑嘢啊。你刀都话有可以有机会挡下之类嗰啲咁样啊，系嘛？咁就系而家我想讲就系话越嚟越黐线咯，越嚟越多呢啲罪案，已经系越嚟越离谱啊！啊，有咩唔信我攞把刀，见到人哋攞刀就够胆慢慢嚟，冇咁惊先咯。首先你个人定啲，你攞枪嘅话肯定会咩？我问你啦，咁你而家见到嗰个人攞枪定攞刀，你惊啲啊？我咁好简单，我咁问你一句啊，你答刀啊？啊，一个攞你惊省港奇兵多啲啊？攞 AK 四条友蒙晒面冲入去珠，你开嘅珠宝行多啲啊？定四条友咁样好似生番咁攞住把菜刀举喺度，你惊啲啊？啊？又话惊刀嘅黐线，冇可能啦、啊，大佬惊刀嘅话，你如果我就正如我所讲，如果你起晒防弹玻璃，匿咗入去，佢系咁出，除非佢系小李飞刀，一嘢可以怼爆你，佢嗰个刀啊，掉出去仲劲过子弹嗰个力度，
咁样可以转爆咁样一刀夺你命啊！否则根本冇用，你又喺度摁摁脚喺度啦啦啦喺度唱歌，掉一笨掉一笨啊！对住好似无限咁除个屁股啊，啪啪啪，佢都吹你唔涨啊，大佬！咁就係咁样囉，呢一个即係大家就要注意安全啦，以后就即係话俾你听越嚟越乱。之后仲想讲一样嘢呢，就係讲佢呢个差人，即係呢啲捉贼嘅嘢啦。咁早排我睇咗一个 post 讲呢，有个人唔见咗手机喎。唔见咗手机呢，咁大家知道 iPhone 有个功能咩寻找 iPhone 嘅咁样。咁佢即刻问朋友部即係部机开咗呢个寻找 iPhone 啦，喺度想嗰啲 GPS 定位，知道自己部机喺边。咁佢就喺度揸的士，即係截咗个的士咧，一路追一路追咁样咧，之后咧就报警嘅。佢话见到咧吓，部手机喺边度停留咗，咁啊报差人啦。咁我想估啊，好啦，而家呢度有一个 IQ 题俾大家。A 差人立即吓，即刻揸警车，好收到，即刻过去同你拦截。吓、啊，帮你去攞翻部手机。B 话我哋唔受理嘅，呢啲案唔关我哋事。好啦，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俾你拣。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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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咚叮咚，相信聪明嘅大家都已经系拣咗 A 啦。呢啲因为呢条答案呢条问题实在呼之欲出，非常简单。冇错啦，各位兄弟咧系的确咧就系问完差佬咧，差佬系唔受理嘅，即系睬佢都傻，就话呢啲唔关我哋事嘅。就算有晒定位，我哋都系唔会陪你。你啊，攞架警车去追啊，或者点样？我唔知点解佢嘅道理系咁样啦。话喂，咁样都算系人哋偷咗你个手机啦。我话佢唔系唔见啊，佢系偷啊。嗰位兄弟咧，嗰个 post 嗰个人咧，系话佢好肯定系俾人偷，唔知一出地铁站，佢好似摆喺裤袋定点俾人偷。咁你同佢讲，你同差人讲，我俾人偷咗手机，而且咧我知道个贼装我位置可能喺边度，贼人喺边度。而差人咧都系选择咧吓，我系唔会帮你去睇嘅，要拉你自己去拉啦，你私人侦探定点样自己解决？哎呀，可惜啊！佢就系话我哋唔会受理，佢冇好详细讲到差人点答咋，总之差人唔受理，即系俾我即系同佢解释晒好多啊，跟住佢话仲嘥咗时间。即係如果你可能一早去追嗰個賊，可能仲福，即係可能即刻都有機會可以追到。跟住你喺度同個差人喺度磨，又損失咗啲寶貴嘅時間，啊嘥機屎又嘥心機，即係你又要喺度同佢解釋呢樣攣佢。咁結果咧追下追下咧，就最後咧就熄咗機㗎啦。即係唔知去到唔知佢唔知講到咩深水埗並啲邊度啦。總之就嚇、啊、就消失咗啦。咁好簡單咧，點解去到深水埗消失咗就賣咗出去啦？咁樣就係、是、唔、啊、見咗。即系人哋啲贼人偷完就走去放，咁咧啲人咧就我有问过啦，咁啲贼系点样放机啊？即系啲贼装 iPhone 系点样处理咧？因为有嗰个锁啊嘛，嚟咩指纹锁啊 ，Face ID 有冇得破噶？有啲人就话冇得破嘅，但系啲贼人咧就会走去啊咩拆件嚟，你个 mon 值钱咁咪拆出去卖咯，系嘛？你嗰啲咩电值钱咪又拆出去卖咯，啊之类之类嗰啲咁样啦。好，睇下呢球点啊，斩咗上去会唔会倒挂？可惜啊，过唔到嚟。咁咧之后呢我试过有个朋友就讲，佢系唔知喺外国唔见咗部手机啊，跟住呢就有人咧 message 翻佢，又喺度话咩我执到你部手机啊，我想俾咩，我想俾翻啲嘢你，可唔可以咩俾密码我啊？心谂嗰个 friend 就梗系聪明啦，就话咗白痴。俾咗密码你一阵，你走去攞部机乱咁买嘢啊，乱咁嘟，咪仲死？咩解锁傻傻地，咁梗系冇就系话，如果我个 friend 咧就想同佢交涉啊，总之唔好讲咁多。如果你寄翻部机俾我咧，我话俾钱你咁样，跟住喺度同佢倾，之后话啊，佢嗰个贼嗰啲南非佬啊，好蛊惑啫嘛，啊，我想睇个咩，总之我会帮你噶，我要解锁咗先可以俾到翻翻部机你啊，点点点之类之类。之后就系、是、其实就系呃紧你咯，你俾密码佢啊死咗，你啊死硬，一定俾佢损失更大。所以如果你唔见咗手机咧，如果有人联络翻你，唔系话啊，即系如果佢简简单单勒索你话啊，如果你俾1000蚊，我就寄翻部机俾你咧，你都系要小心嘅，即系佢都有可能系呃你。
如果佢问你攞密码咧，就千祈唔使同佢讲咁多啦，佢就一定系困你噶啦，即系有更大嘅阴谋，即系实锯到你一颈血，你就要小心啲，知唔知道？啊，咁啊，系时候转过嚟先啦，辛苦各位队友啦。今日呢幅图咧就系睇下先啊！呢幅图咧就系金野兄弟咧所画嘅啊，美金啊，唔系金野 ，sorry， 美金兄弟所画嘅，请等等，转过嚟先，请等等。边位生日啊 ？Ansa 生日快乐！
王文俊生日快乐，蔡一智生日快乐，陆兴伦生日快乐， Kiki 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邓伟业生日快乐，臭 B B 生日快乐啦！大家生日快乐。好，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够过唔知两日定三日咧。咁咧，我俾大家我过。我除了过日神之外，是有升到招。首先那招白痴招打到个人转头，由于太白痴了，我已经升到中级，咁打到佢就唔会再咁低能攞背脊顶住人。之后第二咧又学嗰啲咩招呢，啊苦练啊，呀之前就系攞踢完之后咧，只个身咧又会拧转头。加呢招8月15五，你睇下佢系识得攞脚落地。而家就系我系好噶，我系出到呢啲咁嘅招咯。好，梗系而家一开头就即刻打幅头先噶啦，唔使讲咁多。其实再稳阵啲，我谂我哋 hea 多一日就可以继续进行剧情。到婆婆总是非常关心我，诶、哎，啲钱总算又突破翻嚟5000蚊嘅关口。又系蔡一智明明1月3日先生日，系嘛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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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你知啊？我一阵可以话俾你听，我系点样磨时间啊？好鬼辛苦啊！出啲脚即系咁出嗰啲脚招，打到闷啊！揿足成日复头。刘生，一つ稽古をつけてください。好嚟啦！啊，頼むよ。不过你练嘅时候，你就即系你就对啲招好熟练噶啦，知道点样出啊，啲脚招啊，而家好熟啊，点样出法已经记到晒。你留意下有个北市嗰个皮褛咧，摄咗入去嗰个地板嗰度，啊，哇死仔包，喂打抵啦，一嘢兜落去，哇死仔包反，我要继续，因为呢条友系唯一可以用。练达招，达，格，第一呢招都系龙无双嚟嘅，达，格，手都断，格，系啊，出唔到，边用这招？第二边，哇你，格啊，唔用咩用呢招咯？地狱车，喂啊！低 B 仔啦，呢招我已经进化咗，我系咁样打嘅弱智。瓜死仔啊！瓜死仔啊！瓜死仔包，喺度打我呢弱智仔。瓜啊！瓜！哇死仔，棒！哇出！瓜啊！打死你啦！一嘢。好，哇，都几点啊？阿呢家度，几多下次同你较量？咁咧，跟住咧，我就系每招就系咁样，我过两招就系开头咁样练啦。咁你又见到龙无双又加少少，好鬼难升啲达招。跟住咧，点样做咧？跟住点样磨时间咧？我又话俾大家听系点做啦，系好痛苦嘅事情。跟住咧。一冲落去，其实你冲唔冲都系差唔多啦，你都系好多时间，而且跟住我又好惊会 high 到啲咩 event， 我又好惊撞到啲咩你哋睇唔到啊，嗰啲咁样啦，又咩日日欺凌复头啊，系嘛？有兄弟病咗咩咩早日康复啊，祝你早日康复咯、啊。有人话有冇可能俾复头打死？有冇见到我出新招 MMA 技一嘢格复头，即刻手都骨折，终身残废。试下俾复头打咯，搵就可以啊。咁咧，今日点做咧？即刻冲嚟呢个公园，因为最快噶啦。一开头呢个公园朝早咧冇人去，吓、啊、冇人救你早去神运你系倒塌第一人。好，跟住咧，你点样磨时间咧？好啦，我就话俾大家咧。咁我今日要练习嘅招数咧，就系土蜘蛛，跟住你又后前咁样狂，跟住你就系咁样做，系咁样出噶啦，狂出，
跟住咧出出下咧会发生一啲事情嘅，佢中咗北市咧会变咗中，即系成长咗个招出发咧就会快好多嘅。嗱而家咧就会出到棘下棘下又慢啊，同埋佢个方向咧就会转嚟转去好白痴。跟住咧你出到达咁上下啦，廿零卅次到啦，你走去揿个出招表。按完之后咧，佢就会中嗰个北市啊，唔知点解就会出变诶、变咗样啊！嗰招招数之后咧，佢就出快好多噶啦。跟住咧，你就狂揿，跟住咧一个钟头大概可以揿一百次啊！咁跟住如是者，我就系咁练。咁你一日已经可以将招练到近乎上级噶啦。如果你话我今日主修呢招嘅话，如果你真系好勤力由朝练到晚咧，一日就可以将一招练到上级。咁呢一招咧之后，好，今日你咁继续啦，睇下错唔错到不屎啊！因为你啊咁，你就指住呢个土蜘蛛仲未出到啊，跟住你啊继续出啦，出下佢就会有不屎啫，嗰、那个招数就会变咗嘅，有咩屈不屎？我只系想出快啲，你都系要练嘅喎，你即刻佢个形状显示咗系出身嗰招出发，熟练咗嘅出发咧，你一离开啊呢一个道场啊练习场景咧，佢又会即刻变翻打回原形嘅，所以你都系要继续练。我而家已经记得晒呢招噶啦，嗱呢一招就系咁样啦，土蜘蛛调翻转前后后嘅旋风，跟住呢招系新月，跟住前后咁样就系苦乱苦恋咧契弟啦，系啦，就系、咁样咯，已经技术熟晒，之后呢招咧就要飞燕连嗌，啲腿技我已经技熟晒，点出噶啦而家，跟住拳技我都记得好清楚嘅，例如咧前后就系咩海通啦呢招，跟住咧仲有咩前正方圆圈就咁样顶人啦，跟住后前正方就会。前后正方是劈人，后前正方就是咁样手刀劈咯，都应该有用嘅。咁而家你即系呢一个咧，就系同其实佢呢个系统咧，你虽然觉得好似好沉闷咁样，但我而家谂落咧，佢系创作得几有道理，就好似你练功咁，你真系要出几百次，你先至熟练咯，你就会记得晒所有招数咯，你啊。是他是有花心思去整呢个系统咯，吓、有咩名都记晒，系啊，系啊，呢、這个呢一招叫呢招叫新月，呢招叫苦恋，呢招叫飞燕连嗌，跟住呢招叫土蜘蛛，呢招叫旋风，吓、系咪？是否痴线？我系背晒所有招，好。又要等车，又要练功，系啊，真人就系咁咯。但系你系练练下，你个人系会真系劲咗。好啦，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坐到北市啊？跟住咧，你就指去呢度睇下啦。嗱、你见到啦，坐到北市啊。跟住咧，你睇住啊，跟住就可以快好多。你见唔到？因为佢出得快好多。跟住你就狂，你就趁呢个机会狂出。呢、這个就是我教你，如果你想练功练得快咧，尤其是某啲招咪成日零转身极到白痴，跟住你就一定要靠呢个咁样挫个北市之后狂出就快好多，把握时机，跟住就可以即刻狂出啦。以前唔知道有冇呢个北市，我好似冇呢个北市啊，以前系，跟住呢个系我寻晚 PS4 又有好多啲北市啊。我无意中抄出嚟，我又发现我每次咧明明出咗几招，之后揿个出招表又变咗样，我仲话咦，点解升得咁快嘅？跟住一离开个练习场地啊，打回原形，我就知道原来有呢个北市。之后我就即刻公布俾大家听啦。如果你想沙漠练功快啲咧，你就可以咁样做啊，系我发明嘅啊。呢、這个系达哥北市以我嚟命名，好似嗰啲咩行星咧，会以我嚟命名啊！听日就 fix 咗啦，系嘛？因为其实招技系咪冇咁快到咩意思啊？咩叫冇咁快到？而家未升到中级噶，根本未系假噶。同埋咧，嗰、那个技能条咧弱智啊，佢根本冇。
喂，你正常咧 D 即系旧机啊 DC 版咧，你系会好你出一脚佢都系升少少，你系睇得好清楚。而家佢系完全冇喐到啊！你一阵啱啱明明见到个土蜘蛛咪好少嘅，我一阵练到三点咯，你睇下或者练到佢唔俾你练为止，你就知道成条棒系冇喐到嘅。系有 PS4 版咧，就好多问题，问题多罗罗。我寻晚啊，我练到咧好夜啊，唔知两点。今朝早仲劲早起身，跟住我一练完之后，我睇下嗰个出招表冇加到，我争啲咸，唔系系嘛？我失，即系如果系咁白痴，我早知劈喺度挂机啦，我唔走去练啊！我系咪中咗北屎定点？唔计我练功。爭啲黐線，爭啲崩潰，加好彩，即系瞓醒覺之後咧就好，即系發現就冇咯啊！好，你話咩個佛畫面好荒謬？咩荒謬啊？總之個出招表係唔會 update 你出招嘅，而家一條棒係唔會喐嘅。佢要瞓醒觉先至会喐嘅，喺沙漠入边你要过一日啦，唔知点样佢先会 update。其实都唔一定，瞓醒觉都未必会 update， 随意啊。佢突然间无啦啦 update 就会 update。又话咩今次唔计系啊？我好惊佢练完唔计咁啊，跟住你就狂练。咁点解我要咁样做呢？其实你话喂，点解你咪挂机咯？因为你挂机就浪费咗啲时间，你反正都系要过时间。咁啊谂住就系升埋啲招俾大家睇下啲变化咯。嗱，咁咧而家就俾你睇到啲招嘅变化系咁啦。咁我俾埋啲招嘅变化你睇系几型嘅。一阵你就睇到啦，踢二十脚到啦。跟住就挫北屎，你任何啲普通拳咧升咗上去上级咧都好大分别嘅。其实嗱，而家你咁样觉得好似不痛不痒咁样啦，踢人好低能，你呢啲招边度痛啊？咁样我哋踢多十脚，一、二、三、四、五、六啊、七、八。九十，梗系睇下有冇错唔错嘅北市啊！飞燕连 X 未得啊！咁咧，你又会见到有啲招嘅招数差异啊，好大。好出啦，契弟变化啦，可能要踢多一节佢先至会有变化。我寻日就系做嗰啲咁枯燥嘅嘢，成晚你哋仲话咩学直。照样直播，你边系好睇啊？你哋边有呢啲咁嘅耐性喺度睇我喺度咁样喺度狂踢，喺度研究北史。我啊有时间，我啊最中意花心机研究北史。好睇下挫到未先？好嗱，挫到啦，滚滚佢就会咁样咯。打基基佬都有用嘅，一嘢咁样揼落去。滚嘅，因为呢招会向前飞啊，你可以睇到个距离，滚咁啊可以打到佢咯。个基基佬都有啲招系咁样啊，咁你咪可以咁咯。但我今日主升呢、這个，我啱啱咁样做只系为咗令你睇多啲招嘅啫。咁我哋踢到大概两点到，我估应该都已经去到中级啊，或者上级啊嗰啲咁样咁上下。好，又咩？而家咪又系直播练招。如果我寻日唔过两日。呢啲有排睇啦，我过多一日，我哋今日过多一日就应该得噶啦。咁啊，八点钟最早就可以即刻瞓觉，即系虚度光阴咗嗰一日嘅。呢、這个就系我寻日，即系我领悟到个系统最快花时间就系咁样咯。又系咩？咩到时候啊屈素堂腿，梗系唔系啦，个人劲好多，易玩好多，素堂腿啊！就算扫堂腿，你升咗级都劲好多啊！揈会扫远啲啊，只脚你知唔知啊？胆小妇人喺公园见到巴月达练功吓破胆。好，跟住就系咁啊，系咁啊，踢系咁啊，踢系咁啊，踢踢踢踢踢踢踢，
自己识背晒所有招啊，同埋佢嘅招名咯。你记唔记得呢招叫咩招啊？我一考下你啊。同埋呢招咧，真人出咧，我系极度困难，好似跳 break dance 嗰啲咁样，仲要打空翻嚟，难到黐线。如果佢咁样真人可以狂出，出六四五个钟，早就死咗啦，爆血管个头咁样充血黐孖筋，有乜可能？又系呢招叫土蜘蛛，有啲人就话咩苦乐系错误，根本冇苦乐，得苦乱呢招叫苦乱，好。呢招叫三日月速，加呢招叫唔知咩咩咩咩佛啊，唔鬼记得。差唔多我哋练到唔知两点到去打机，加打到完场咁啊，过一日啦。哦，我想打爆电单车 game 啊嗰啲咯，试下爆机啦，可唔可以做到？或者咩 QTE 争少少又可以攞到礼物，好个脑 QTE 玩咗就会令到你个脑嘅认知障产生认知障碍，加速你脑退化，即系你要怀疑自己嘅脑部系咪分纯错误？呢、这个明明系圆圈，系、哎、即系指圈为叉，指叉为圈，好。我一路玩嘅时候咧，你觉得个脑系好辛苦嘅，你好紧张啊，你唔可以好放胆、好本能性咁夹，每一步都要好小心去咁样做啦、啊。ここまでにしておこう。个脑好似打棘咁，好辛苦。因为咩？你今晚挂一挂机保险啲，咩廿号就得啦。因为你话六，你话圣诞假。有啲人话咧，一打工咧就会倒数最后六日，咁咧我就计个数啦。咁你十九号咩倒数六日，系嘛咪即系二十号咪21、22、23、24、25、26，咁咪有实有时间咯，吓、啊。又话咩翻工定咩练功闷啊？咁梗系翻工闷啦，大佬练功你舒服你自己。假设我真人啊，俾我有得拣系练功定翻工，梗系练功，练完你身体强壮啊，白。即系你自己会觉得啊，身心舒畅，同埋啲技能系永远跟住你啊，吓、啊。好咩保险啲啊？系嘛？我保险啲咪好啊，可以保险啲咪过多日咯，啊，总之就系要咁样，呢啲就系沙漠人生，你就要跟住、啊，差唔多啦，我又揸车啊，我谂都升到中级噶啦，跟住呢个嗱，我俾你睇下个出招表，根本啊冇，啱啱踢咗成几粒钟，仲系咁样，你都知道有问题啦，就系冇 update 到咯，我就话俾你听。咁啊，白痴！呢、這个版本即系 game 咧，好玩又好玩，但系咧呢一、這个版本咧，令到你系好愤怒啊！你玩得好唔舒畅，尤其是你玩个旧玩家会觉得点解旧嘅好地地，点解搞咁多嘢？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就会有一种咁嘅感觉咯。破坏即系你童年回忆啊，嗰啲咁样咯，破坏将经典毁坏就系咁样啊，操作又唔好啊，跟住又多北，跟住又嗰啲正方交叉乱晒龙啊，全世界帮日本喺度做嗰啲测试 debug 喺度帮佢。日本是未出的，日本版的沙漠，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緊免费奴隶。很过一计一计。好，又换啦。ちょっと遊んでみるか。日本人就是重视自己的，即是日本仔本土市场，外国那些话鬼知你。我是谁？好，来啊。今次一定要赢。一定要将呢个愤怒化为力量，我话俾你听，打爆佢。好，其实要掌握呢一个游戏咧，呢个电单车很干，就系最紧要就系你嗰个转弯嗱，
点解好似越嚟越难玩？最紧要就系转弯嘅时候唔好杀太多掣，就系、是、最好啊！就系最紧要贴近落嚟呢个啦，你系贴近内弯咁样转，得得得嗱，咁你就可以照样加速，你叫咩啊？二百六啊几？但你小心转转下撞咗入去啲墙啊或者点？好嚟啊！几劲啦！呢啲就系转得靓嘅，成程冇刹个掣，出晒烟嘅车胎。好。二百五啊几，其实我到而家唔知道铲草皮系有冇扣速度，如果冇我就照铲。好嚟啦 ，go go go go， 跟住呢啲咧就要刹少少掣噶啦，因为你冚中嗰啲木嘴咧扣劲多速度，跟住争少少冚落去你又要，你又要醒目，放一放手，跟住先再加速，因为你要走位啊。好。得而家金铺都玩得算系咁，好二百卅几，最好啊维持喺二百卅几，低 B 仔我唔知冚落去嗰个木嘴。啱啱先讲话玩得好正契弟，你撞一次嘢，我都几肯定收得当啊，尽下人事啊，唉，好鬼烦。之前我记得我玩到第二关都唔使点刹掣嘅。呢啲咁嘅木嘴嚟啊！佢系特登冚埋嚟嘅，我觉得而家系唔同咗，那个 game 系去到呢个阶段嚟。好，我唔可以过到去啊！仲有八秒，睇怕都唔得啊！嘟食屎啊！我可以见到，其实都争少少追到，所以你又见到我系玩得，我系本身系劲劲地嘅，即系我要追翻啊！你又見到我係冇殺個掣咁滯，手地啦契弟。而且呢個最白痴係，你話咩下面打名，你試下用下，你就知道唔知撳咩掣，冇煩啦。我而家咁樣撳 ，kick 下 kick 下，唔知做 download doing 喎，打名永遠係有問題。一雞一卷噶，一雞一卷噶，同埋打機咧係消磨時間係快啲，唔知點練功咧嗰個速度好似慢少少，個時間流逝有相對論定點樣？好，入多幾錢？好，好嚟啊！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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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啦！來吧。如果攞你真人去玩电单，即你觉得攞手掣玩易玩啲啊，定系好似街机咁骑住嗰部嘢易玩啲？啊嚟啊！似马筋，劲危险。其实咧呢、這个 game 咧，大部分转弯你都系要扭行个态。我想同你讲系低 B 仔咧，你扭行个态，如果你唔扭行咧，就一定冚落去呢。我扭行啦，照样都系会磨咗过去，飘毁咗过去嗰边，你就知道嗰个问题喺边啦。所以根本系好少可要你，你最多就系少少放少少个油门，下下你都系扭到最痕，收地啦，死贱种！啱啱就系呢个木嘴撞鬼咗，哦，快啲去到二百七啊几公里啊！好，有十几秒赚咗啊，着数噶啦。好鬼贱格，嗰啲友唔知喺度撞你啊，为乜？又唔系有钱收，我唔知啊。加速啊！好，点样先可以多啲时间用啊，大佬？超级入弯，哇！好呢下危险啊！好。哇！黐孖筋，啱啱争啲死啊！我见到佢转翻入去，拍啦都契弟头啦！点解咁鬼？哇！小心啊，木嘴！你睇下，你又要自己醒水，有时要特登哇！你就话啦，你又要特登醒水，让嗰班契弟过。你唔好贪快同佢斗，含咗啲死贱种。
烂啊！木嘴本身赚咗十几秒，而家蚀鬼晒，一铺呕突，哇！死贱种，成日冚埋嚟唔知道做乜，揽炒啊契弟想。啊！超靓入弯，超级疯狂 S， 哇死滞包，我已经杀紧滞啦契弟，而且你唔可以杀得太多啊，好鬼贱格嘅，你一杀得多你根本追唔上，你惊撞咧，你杀得多你就输啊，因为你会低过。你殺制是有機會低過 100km， 加速啦契弟，照衝，三二，死仔爆，上次都是差少少去過到這關，這裡我永遠克服不到，什麼車惡過人啊吧，继续啦 ，credit 点样？你又唔知点样揿，窒下窒下，跟住咁样嗱，你可以去到最尾 ，and 你揿咩掣你都唔知道，揿晒正方三个圆圈交叉 ，start 又唔得 ，L R 啊，跟住又要咁样揿 L 二啊，系乜鬼？喂，做乜事啊？我唔系入咗钱嘅咩？本身我入多钱嘅喎，佢又呕翻出嚟。肯干，一鸡一块，入多入五次，入够今日嘅零用钱，入晒佢，将所有嘅钱赌博喺度，食屎啊你死！又话俾我啊，个 game 铺啊老板好养顺，啊，系啊，有咩平日日本人玩先又话歧视入咩香港人？你睇下佢咩心态咯？你呢啲好明显知道咩事啦？咩香港人佢有咩可能咁益你啊？你谂下佢平时你都识讲，平时日本人玩事点解啊？有着数咪益自己咯，冇着数啊屎咪掉俾你哋食先啊！好，你谂下，你谂真啲。佢系咪真系咁好？佢真系为你着想。哇！我哋今日不如益下日本以外嘅亚洲人啦，吓、啊，不如佢俾佢哋优先试玩下沙漠好唔好啊？要先过我哋国民啊！你话谂下，佢哋压力咁大，如果咁样做啊，佢本土啲人闹佢飞天啊！有啲本土啲人冇嘈佢啊，就是、因为知道好多问题，好彩。啊！等班傻仔帮我哋 debug 先啦，咁样明唔明？得得得，你睇我一愤怒状态啊，揸得几好喎！啊，哎呀，好贱啊 ！Go go go！ 我系愤怒车王，几劲喺两架木嘴中间，加油啊！升压喎，哇死贱种啊！咁样冚埋嚟，真系正契弟。死契弟喺度霸沙人霸死你，唔知做乜？啊！哇，贱种人你，成日冚埋嚟，唔知做咩嘢，黐身黐细。唔好挨挨笨笨啦，死变态佬，嗨油喺度，好咸湿，想性侵我，好 ，go go go go， 依下就靓啦，咁样过弯黐孖筋，过埋条油添啊，好扭入去，再扭呢边。黐孖筋，我都估到你嘅死字，烂啦契弟，唔识转弯就走啦，隔篱撞车死咗佢好过，好好彩黐孖筋你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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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廿秒金铺会有啲机会啊，只要之后真系唔炒。完美入运！啊！五四十，似孖筋啊！低能，啱啱已经加到行啦，大佬，嗰个弯我冇得唔刹制，低 B 啊！咩每次入弯一定推头，咩推咩头，噏乜啊？撞一下之前嘅优势就会冇晒，打名要 hold 几秒。好嚟啊！你讲我有冇可能爆咯？我系克服到啲咩？我系咪有咩技巧我系未攞到？系咪真系要试下刹制啊？有时我系觉得刹制系废嘅呢只 game 啊！讲真，你谂下，我啱啱下下二百几以上都过唔到，你刹制有乜可能过到？而且加速奇慢，好。你睇呢啲死木嘴，你转弯嘅时候都要用好多脑汁，黐孖筋，啊，超靓呢个弯，完全避，即系过晒啲木嘴。好嚟啊，弯心，一去到二百，你又要即刻抌翻行噶啦。最好呢个保持喺十五秒左右啦，可以赚到啱啊，靓啦。好死契弟，唔好嗨埋嚟啊！唔好性侵我啊！好，二百几，总之唔好低过二百。超靓，过晒呢两个契弟打靶仔。好。啊！冇低过二百，黐线，但系冇可能咯，我只能咁讲。啊！追上去啊！我黐埋你啊，打靶仔！哇！差啲死啊！不过其实好彩我临崖勒马，啱啱放咗少少油门 ，Go！ 呢度就最难玩啦！啊！唔好喊埋啊，契弟！好紧张，黐孖筋，手都酸。黐孖筋，你喺度故意咁样放一放开之后，再蹬行油门，几难玩啊！你睇下，我系咪冚到个木嘴我都唔知道，突然间慢到咁样，好龟一样，烂啊木嘴！哇，黐孖筋，急速入弯，又冇地图睇下个弯转几快，就系够钟啦，契弟！哇，提早入弯啲啊！转入去，啊！喂，仲慢咗，车尾灯都见唔到，好难撞到啲车，我都想唔撞啲木嘴车，一冚落去你就死。有冇喂咩咩啊？有咩下次问到问铃木点样过电单车？佢都过唔到啦，你估佢有真系玩到咩？即刻我已经炒咗佢啦，我已经即刻炒咗佢几条，佢车尾灯都见我唔到咯，我都几肯定。好，你冚到车已经，正如有啲人咁讲咩，你冚到已经冇咗优势，你个速度咧蚀咗劲多，蚀咗起码两三秒，你系黐孖筋，但系你有乜可能？撞啊，大佬！除非刹制让俾佢试下咯，下次试下一有啲咩情况即刻紧急刹制。好，噔噔噔，试下刹下制咯，金铺改变下玩法。
改变磁场。嘟嘟嘟。好，杀完掣系咪可以即刻揿翻加速，攞翻嗰啲速度？嘟嘟嘟嘟嘟。好，啱啱系用个刹掣啊，我记得贴实个弯嚟转可以。好嚟啦！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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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贴实个弯心，终极内弯王。Go go go go！ 内弯之王，完美线路。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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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哇，死仔爆！死前总我已经有杀掣啊！你嗨埋嚟把鬼咩？死木嘴，唔好开身开势啊！死前总，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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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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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啊！内弯王。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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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哇，低 B 仔佢摄埋嚟，做咩都睇唔到路。讲真，唔好 high 埋嚟啊，死贱种人！黐孖筋，你睇几难玩？新人类识揸车，哇！都唔知点睇佢啊，佢左右飘啊，嗰条木嘴。孖筋，老玩得多呢啲游戏会老坏死。五、四，快啲啊！刮个底啊！哇，咩事啊？呢度睇唔到路，哇，好鬼核突。好，哇，嗰啲友啊，喂，嗰条路好奇怪。啊！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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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内弯王，难啦，死贱种，入去 ，yes， 食晒气流，啊！呢度，哇，剩翻七秒啦，黐孖筋！哇！有进步，下一个仲争几多？哇，有排，黐线！有咩港珠澳大桥？系唔知点解好线啊？仲有两次。而家知道要刹掣啊，试下刹车，刹车嘅重要性。你转内弯咧，就算你出面200几 km， 但系你转内弯好似系着数啲。好，即系一定要贴到行一行。好，电单车之王，嗱呢啲就系完美入弯。好嗱，你睇，喂，唔系 high 埋你啊，死机，死变态。好过去啊！哇，差啲死黐孖筋。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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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嚟啊！好鬼贱格嗰啲友仔，黐埋嚟唔知做乜 ，high 身 high 势啊 ，high 友。死变态佬！喂，呢个我点解少咗？我平时有十几秒噶，呢度有。好，低 B 啊！你睇我杀掣反而冚咗落去，唔系啊嘛？唉，输得啦呢铺，讲真。好，
金铺玩得不是那么好，因为上铺用了太多精神力，同埋你唔可以下下靠杀制，有时要放下油门都够，又唔使杀制就放油门，呢啲就要啊黐孖筋，同埋最好转紧弯嘅时候杀，唔好太早杀。好，咁你又见到可以入到去啦。喷紧烟其实有冇慢度啊？即系佢个速度啊，嘟嘟嘟嘟嘟，有冇人答到喎？系咪最有冇喷烟先系啱嘅咧？好，啊，而家就永远贴实个弯心转噶啦，而家。同埋千祈唔好冚到啲木嘴入去啊！好，再靓，系咪超越到啲车就代表我系玩得好 ？Go go go！ 好靓啊！而家我玩啲关女玩得比较熟练，同埋少咗冚车啊！而家。入去，咁唔得啦，冲唔到啦，食屎啊！你班贱种，有咩免得过都唔好减速，由内弯转外弯，睇落好难唔喷烟咋系嘛？由内转向外，咩勾烟勾嘅系嘛？最重点系。由即系一开头唔好即刻转内弯，即系喺外弯转入去再出翻，外内外有咩意思系嘛？好，好难喎、啊！你鬼知，因为你唔知道个弯嘅个幅度系几多，呢啲系咪就好？哇！出鬼咗界啊，大佬！有时一刹制咧，佢反而。飘啊，就好似识漂移咁啊！啊，好难，好难捉摸咧，有咩内由外去烟勾烟？喂，黐孖筋，你想我死咩？咁样夹埋嚟，我有可能唔加速咩，大佬？快啲啊！我要喺十五呢度一定要赚十五秒左右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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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大镬了，蚀咗几多秒啊？蚀咗五秒啊！阴公猪，好，好呢下都转得唔够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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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好，有时咧系我发现咧唔好咁早，唔好下下用刹制，系某啲情况下先用，放下油门就放。契弟，我放你走啊，唔好挨埋嚟啊！你咪见到我啱啱特登放佢一条生路。哇，我黐孖筋咩大佬啊？你又左又右。识唔识揸车啊？你班死贱人！十四秒啦，我都唔知道过唔过到呢关添。而家咁样，唉，正契但系过唔到，未掌握。而家太多知识喺度，喺嘟嘟嘟嘟嘟。好啊，如果我呢一关都过到，代表我的技术进步咗。正契弟，好摄入去啊！摄入去内湾靓波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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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黐孖筋，我都唔知啱啱系点发生咩事，系冚到嗰两个木嘴定点？
你睇呢啲，你睇下你点过啊？神经坏死！你啊，佢系咁冚埋嚟，唔知做乜，好想撞到佢飞天。我啊攞支棍喺隔篱，一夜边个啊？嗨，即系话你个死贱虫，我都冇咁样做，佢咁样冚我出去。我真系攞支棍咧，系边个喺隔篱？我一刀冚落去，系咪最后一铺啊？最后一铺我只能够突破一关，唔系啊，大佬，我冇晒钱，黐线！欧烟欧赛车技巧最基础啊，最重要的一环，你系嘛？差唔多啊，而家可以翻去瞓觉，咁啊过一日啊，玩 QTE 都冇咁嬲，讲真的。即纯粹认知坏死嘅 ，Tommy，Leo， 有咩帮手过嚟就揾我，你帮到啲咩啊？噔噔噔噔噔，啲圣诞节开始啊，见啦 ，Xmas 啊，开始有圣，即早几日就圣诞老人，而家又开始有圣诞装饰，大家仔又买可乐了，好。饮可乐啦，好耐冇饮，睇下中唔中奖先。哇，又唔中，拆鬼个汽水机又似，抌咗佢啦，唔使饮噶啦，唔中奖嗰啲，冇人想睇你喺度扮有型，冇人卖广告啊，打靶仔。其实佢都几劲，佢饮咁样两啖就可以饮晒成罐。震怒！巴月亮身为一个舞蹈家，经常饮可乐，非常不健康啊！系一个啊，系咪呢边啊？啊，有咩打电话俾桂章同佢讲圣诞快乐？而家都未圣诞，都冇用啦、啊。而家得咩？一阵翻去打咯。Go go go！ 咩语无伦次，舞蹈家咪舞蹈家咯，武术个武，道行个道有咩问题？咩语无伦次？又咩跳？你唔系咁样讲嘅咩？舞蹈家有咩问题？跆拳道、空手道都系呢个道啦，有咩问题？24号、25号抽奖会易啲。喵，已经好耐冇理嗰只猫。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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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即刻瞓觉。跟住我仲要 hea， 我之后我今日又要花时间 hea， 有咩 hea 到廿几号？即系稳阵啲系嘛？你话？又话喂阿婆抽奖咪抽咗啦，抽咗11次全部垃圾，第11次中咗5等奖啊！诶、啊，打俾咩贵章啊？61564，你哋想打俾元奇都可以打埋。你可唔可以背到你朋友嘅电话？寻日都冇人答我，你哋就背到呢啲，不过呢啲号码好记啲嘢，几个 number 得。好，go go go go，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母なる父，母なる父，我がのトム，トム，父なる天，九つの龍，九つの龍，第八倉庫だ。好穩陣大人，唔該。失礼ですが。打咗咁多次，認得我把聲未啊？有，跟住咩事啊？我是想同陳大人商量，唔該見面。老豆唔喺度啊，你可唔可以見我啊？有事想傾。如果你堅持就嚟啦。我有咁多嘢傾咩？又有得堅持？而家過去定點？過去啦，而家即刻衝去搭揾貴章，好，直接去溝板順義。喂，我发现同贵章都几多几多嘢倾噶，可以吓、啊。
我喺同贵章发展感情线啊？点解啊？点解同袁期望嘅 event 都冇咁多？而且贵章好 sweet， 如果你坚持嘅话就过嚟咧，佢就会咁样讲啊。哈士奇君。诶，佢妒忌，发生咩事啊？我揾仔关你蛋事啊？冇，打交唔系，我赶巴士啊，唔该，快啲啦，死八婆！我赶唔住即刻打镬你啊，大佬！下一班唔知十点啊，大佬！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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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爭少少啊！再同佢爹多兩句，肯定遲到。又話咩玩到21、22號就得噶啦，唔使磨咁耐。哇！好彩趕得切。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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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又係咩傲嬌貴章好正。为将个头争咁啲啊，嗰、那个发型麻麻地。为将嗰个人咧，就都个身形都 OK， 把声都好听，系嗰个发型啊争咁啲，都靓仔嘢，系个头啊真系有啲笔啊，屎忽山嗰啲头。好 ，Go go go！啊，长发佢都长噶，不过佢剪得唔好睇啊，好厚，咩屎忽山头，你自己 search 下，你自己揾翻咩屎忽山头咯，例如边个，例如你 search 八十年代嘅郭成成嗰个头啊，系有啲似屎忽山咁嘅意思咯。你唔知边个叫屎忽山头咩？你哋一阵你睇下贵章嗰个，你咪知道咯。你自己谂下屎忽系点样，跟住系你形容嗱摆落个头，你自己谂下，你咪知道系大概系点样，嗰个形状就系咁样。新大臣と会う約束をしてるんです。お名前は。得啦，唔好扮嘢啦，有失忆症睇医生啦。啊，你退位养颜噶啦，你好老退化警官，拉我笨。すいません、どうしました？你必须喺前门离开，我约咗人啊。点解佢呢啲人唔会好奇我系乜水？点解有个靓仔喺度噶？门口嗰个又咁中意问，好，呀嗰时好兴屎忽山头系啊，啊，咩？如果坚持要嚟，喂，你放我飞机，我系咪可以打电话闹翻佢？话咩？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做紧咩啊？咪可以咁样话吓？喂，死仔包！你夠膽放我飛機啊？我喺度扮酷啊，我扮歐嘅引引我嚟啦，睇下佢個樣啊，嗱，你睇下佢個頭咯，一餅嘢，咪好似中間咁咩好圓潤嗰個螺友咁，哇！睇下正面，哇！你又擺曬 pose， 呢頭咪好核突咯，我覺得嗰個年代好興呢啲頭。お前か。你啊，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我想问你一件事。お前のくだらん話。我時間再聽你胡說八道。哇，你叫我過嚟嘅喎，拜託你啊，哇。記者，わからんのか。聽唔明啊。部外者のお前に。只有工人先可以留喺度。我爛，佢係咪我係咪做咗啲咩激嬲嗰句？如果你知道啊，快啲爛啊！你嬲咩啊？你叫我嚟嘅喎，佢係咪黐咗種掣啊？點解咁樣嘅？啊！もうこんな時間か。我今天真的該早點回家，黐線。貴章，お前の話分かったよ。佢冇反應喎，都係咁樣嚇，點解會咁樣嘅？
咩傲娇啊，暗示娘仔快啲喺呢度打工。自己叫我过嚟之后，如果你真系坚持过嚟之后，过嚟就系闹我，咩冇时间同你废噏啊吓。因为我同袁期望吹水，我冇理佢，我仲跪咗你赶翻去搭巴士，你居然咁样对我跪张，我夜三更半夜搭巴士嚟揾你，你居然咁样喝我走，喂，点样走翻去？我想非法逗留喺呢个货仓。嗰阵时几劲，我自己盲中中揾两揾就揾到底黑苏果。喂，边度啊？边条路系啊？第六啊？第一边度咧？唉，都唔知翻唔翻到去。等信宜十二点好啊，定系搭巴士？下一班巴士十一点半。真系黐线，咁都赶唔切啦。跟住你搭巴士又唔得，又再行翻去，打埋俾袁期望，叫佢坐车嚟接我得唔得？啊？又系咩？路痴做阿收阿望做兵，贵章做自己条仔，系啊。最好是咁啊，贵章识帮教你功夫啊，啊，袁期望都唔识呢啲，啊，夜妈妈吵醒佢，你哋中唔中意呢啲电话啊？要咁样系咁搞嚟搞去，你有冇人想复？古用翻呢啲。哎，乜事乜事？喂，我喺八月两啊，揾你个孙女。啊，咩事啊？夜半我熟，すいません。哦耶，咁夜打嚟，唔好意思啊，阿望喺咪度？未翻屋企？哇，烂街啊！去蒲啊！而家几点啊？佢翻，唔使啦。啊，你决定咁又肯定落级啦，呢啲时间。啊！我估唔到袁期望系呢啲咁嘅人啊！搭巴士，其实我搭呢程巴士系无谓嘅，知唔知点解？因为我跑都唔知跑唔跑得翻上去，上翻去山上，喂，仲得闲睇路牌？你知唔知有机会你睇睇下路牌？你揿错咗咧，系会搭唔到呢架巴士。有咩喺贵章间房啊？可能啊，你点知道？好，一阵过去花店睇下咪知咯。好，得翻十分钟啊，因为就会响起十二点钟，啲睇唔到啦。我应该立马上翻屋企。佢识信宜啊，你睇下，佢下一秒即刻翻到屋企，呢下先劲。啊、好睇下我嘅招升到点啊！继续练腿技，特定招式。我啱啱练咩土蜘蛛，都冇升到，都唔知道。是但啦，拣出竹子睡觉。好，系啊。啊，个样啊好攰，你见到佢好睇睇啦。我哋嘅招式有冇加到呢？顶，仲争咁多，有冇搞错啊？加得咁少，全挡先，打埋幅头就收工啊！所以我话咯，你一定要狂，真系好无聊，好神心咁啊练。我啊想show晒啲招俾你，因为我有印象咧，第二
集，因为沙漠有第二代，第二代冇啦，冇咩地方俾你练功，即系唔系好似咁样喺度狂出啊！你最好喺呢度练到全部招爆晒，即系当然你要好得闲啦，咁就即系咁你就可以睇好轻松睇晒啲招咯。好似你见到龙无双变化好大，咁你都会觉得有趣啲咯。我而家练紧嘅招，即系你打呢个木嘴咧，就只能够用多啲达招就会最好啦。因为可以升到达招，其余情况下你系出唔到。我接受你嘅挑战，佢根本唔系挑战，螳臂挡车。有时你揼得佢多咧，佢会好快完咗，即系你揸干咗佢航权。好，过嚟啊，契弟，过嚟啊，我死仔。打我两杠杠杠你就你嘛杠杠杠再杠杠啊打杠杠杠打呀杠杠啊杠打死咗啦，已经被你活生生打死。今天到此为止了。好，有咩谋杀？系，跟住你睇下加好少，其实都系。嗱，你咪加苦生兵都系加劲少啊，但系都好过冇。差唔多咯，我仲有排搞喎，话俾你听。今日我听朝仲要劲早起身做嘢，但我都系要嘥咗呢啲时间去。咁啊，听日再见啦，潮云唔读啦，都好夜啦，系咁先啦，明天见。